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板星，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天堂 M 如何拿到速还真变身卡兑换券的方法。好，那方法很简单，那首先在官方的首页有一个这样的连结，那到时候我会把连结留在留言下方给大家方便去点。那活动方法也很简单，你进来这个连结之后，那它里面有你的角色的登录，你要登录之后，它告诉你角色名称、职业等级、职业排行跟全职业排行，还有右边有个雷达图可以表示出你的能力值的一个它是速成表吧。那还有个人的旅程重要记录哦，这边可以看到我在上层中花费的金币多少钱啊，然后市民强化次数2000多次哦各位，然后我第一次登录天堂是11月10号开服当天嘛，那11月14号就死掉了，那总共吃了9206个强壮牛排那个就是 buff， 那招怪物打死32次，也还好，那只有32次那么少，那这个装备强化失败2625次，还蛮多的。那再来的话是什么模仿光之神进行神器创造共计2次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有人知道的话在留言下方来告诉我。那这边的话你假如重新去刷新你的画面的话，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记录的部分，那当然里面有包含 我到底在里面卖了，我记得是卖了多少钻哦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先不公开，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统计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在天堂 M 上面哦。那还没统计完，数值蛮多的，还在统计当中。那再来的话，这边可以让你去领取的东西，你想要金币升级还是变强，其他等等哦。这边有给你选项哦。那这边的话，金币的部分活动期间它的任务奖励这边有提到。活动期间累积满30万再送一般地间普通石，这个没什么。啊，这个活动期间升级一次再送龙钻子乘3，这是给升级用的啦。所以你想要升级的人，高等级应该用不到，等级比较低的人才去用吧。不然像我现在根本升不了级啊，我87级了。那在活动期间累积强化10次再送抛弃之地这个部分，这个哦原本一个他再送3个。那这个缠斗强化战斗卷哦，那这个自己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哦。奖励群勾选项目中自游戏当中领取，那60等以上才可以参加，而且是2019年11月12号中午前60级以上角色，所以现在再去升级来不及哦。那任务奖励需要完成上表指定的活动任务哈、哦，那同意以1月24号晚上23点59前，这个你应该有忘记了吧？我觉得哦，勾选后它可以送出。再来的话，这个是我之前有拍的另外一部影片、哦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、哦。就是2周年的这个礼物箱的部分，狩猎地也是哦。看另外一部影片也有，因为这都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哦。今天讲的重点啊、哦、是这个，今天开始到1月15号凌晨5点哦，期间完成下面的任务就可以累积希望种子，累积10个就可以参加一次抽奖哦。那活动方式是用这你用登录活动页面后就可以进行下面的任务，获得对应种子。每日个人任务完成后，同意隔天的5点到中午12点前发动对应的种子。那每周全体玩家任务达成后，同意于下周三好的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前发送对应种子。所以可能你要赶快领，不然应该会不见，我猜的啦。那周次详细分段更新表，它这边有提到。那你可以使用任务累积种子进行抽奖，每次耗10个哦，所以看你要不要抽。抽完奖励到游戏标去领。那第一个。登录游戏一个种子，完成每日任务3个哦，一个种子强化一次 ，PVP 杀这个可能你找分身杀，或者是盟友谁有杀人次数啊，可以杀一下。那参加国王狩猎池至少一次。那全体玩家指定任务是每周全市服务器累积30万登录哦，30万角色完成每日任务。邪盟突袭打1万次以上哦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吧，这个因为我不确定啊，因为有的人不够也不会去打，所以我不确定，但他没有讲说邪盟突袭是突袭哪一种的，所以我觉得一半一半吧。那前面这几个可能比较好获得。那这边典礼抽大奖，因为我身上种子不够，所以要10个哦。记得他这边有讲，10个可参加一次好礼抽奖。那可以兑换的这边速还真变身卡兑换券活动一，但是它是随机，所以这个活动你参加的之外，那其他都是随机的。那当然大奖是速还真变身卡跟霹雳变身。卡的兑换券这两个，我的认知上来讲，这个如果没有送红变就
就收集而已啊。那如果是蓝变，就看看吧。对，我认为应该是要红变啦。那至少你说完真是红变，霹雳变身卡也要是蓝变吧？我认知是这样啊。那其他部分我自己看起来还好，所以主要是变素还真这个部分大家比较吸引哦。那主要如果在看布袋戏，可能兴趣会更大，了解吗？那这边的话，它有更新的全体任务更新的这个数量哦。那到时候大家可以来这个网页看看 ，OK？ 好、哦，那这边有个个人中奖记录查询哦。那目前我没有中奖记录啊。好、哦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加一下。我就顺便啦，如果你每天很勤劳在解任务的人，都可以来这边一参加，好不好？那那个连结留言下方，我会留连结给大家，方便去点。OK， 那今天的这个天堂 M 两周年庆未来预言书的这个说完真兑换的方式提供给大家。那如果喜欢我今天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点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，旁边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分享下去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